是本旁一起为为你分出真假。放下宝太爷呐！保证恢复。啊！哎呀，为何又有一个宝太爷呐？必有此理，众门观看。Thank you.
认出真假。无意假错，江南都像婚姻不出了啊！哎，圣爷，可还有你母女个么啊？哦，有，还有我未来的母孙张俊啊。这，哦，传张俊，传张俊。Oh!
冲动的爱买爱做。哼，我讲老夫啊，我不懂，爱就是爱就。Thank you.
他，那是林仙。啊！你有管？总公子，你莫惊，来水产爷的身边已经有数年了，俺不会伤害爷的性命。你不太行，你这么爱，我对爷纠缠不清呢。俺水产爷的身边还为了报恩呐。报恩？此报怎讲？总公子，那通言莫记，去破他奉神之事吗？去破他，公子啊！Thank you.
Thank you.
地，反以众臣连风驰。太师啊！千年大义。
好，既有我们年轻一族的舞蹈老师，请各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。非常的有年轻有创意哈，还有我们特别介绍，我们团里有两位也是非常年轻，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假包公，一定要跟他，你们知道那假包公只有几岁吗？低毛，18岁，对啊，18岁，强，今年都18岁，哎呦，能干我给做了，以后帮他给鼓励好不好？18岁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演金牡丹那位几岁吗？16岁啊，哎呀。你不要让他高兴一下吧，他今年20岁，那20岁也是演得不错，我们大家给他鼓励掌声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你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我想你在金钟玉铺暗夜的蓝天捧场蓝天之高，今生高举头来捧场江玉玲，接还是一样12万分的感谢，最后期待再相会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.